你说中心他能不知道，领导他能不知道吗？卧龙神速平是中心的，中心的你。卧龙神速平大熊猫保护中心嘛，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。都江堰、避风峡、神速平，也陪着那里叫什么来？这四个都是中心的。90，门票90。啊，核桃坪，核桃坪，核桃坪，对，核桃坪，核桃坪，核桃坪。今天什么在偷偷的播？我问他园区里禁播吧，他把我踢了。小龙顺便问问什么时候展出猴子？哎呀，能展出个破猴子干什么？猴子又不在这里，猴子已经上西天了，已经让弼马温，不是已经让如来佛子收走了，已经让杀死，已经让唐僧赶跑了。起了个大疙瘩，起了个大疙瘩，我怎么起了个大疙瘩？三四脸还装疯子是吧？三四了还装疯子，么子姐？宝贝还没有出外场，明天后天差不多了。哦，不扣了，不扣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刚才我刚试着怪疼，一直在扣，一直在扣，我刚一看怎么起了个大疙瘩。小奇迹展出的时候，我会录下视频来给大家放的。今天说实话，我就瞅了小奇迹三眼，瞅了他三眼，还是上午瞅的，一下午就没瞅到他。一下午他可能就没来这个门口逛，他就一直在里面逛。现场应该都是买年票的吧，大概率都是，因为每个姐姐来都待好几天，大概率都是买的年票。小姐姐不说了吗，我第一次冬天能卖出这么多票去。今天可能是习惯了，昨天刚进去那个环境可能不适应，然后他到处跑逛一圈逛一圈，今天可能适应了，然后就在里面该睡觉睡觉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我们一眼看不到。山竹去了都江堰还是避风峡，反正就这两个地方。门票涨价怎么办？门票涨价呼死他，涨价看个猫容易吗？呼死他，涨价，那么有那么不要脸的吗？啊，涨价，没有小奇迹时你们也不涨价，你没有小奇迹，你看有个来的没有？当天90，涨价也没事，涨价我们也看，年票198。大家每人帮我点张人气票，谢谢。是的，今天生意很活泼，生意可能今年他可能是第一次见雪，他可能没见过雪。他第一次见雪，他可能兴奋了。哎，今天又爬树又打滚儿，翻跟头。我那其他的猫一翻跟头，我脑海里立马就出现了小奇迹在华盛顿翻跟头的画面。我说今天小奇迹在外面，他肯定也这么翻，咕噜咕噜咕噜滚下来，咕噜咕噜咕噜滚下来。可惜小奇迹没出来。
可惜小奇迹没出来。你们还记得小奇迹在华盛顿的打滚吧？翻跟头吧。对，今天的熊猫见了雪都比较兴奋。小奇迹没出来哪有视频，我是在脑海里想的。对，生意可能没见过雪。我就一直在脑袋里出现了小奇迹打滚的画面，因为他旁边是那两只熊猫在那里打滚嘛，我一直就在看着他俩瞅一眼小奇迹那屋那个房间，一瞅就想起他打滚来。欢迎笑笑姐，是的，来一定要多穿衣服，说实话是这几天是真冷啊，我不是那个啥，就是真冷，主要是你需要在山上站着，